抱歉，
大家第一次点头，你已经现在算超龄了啊！没有，我是半开玩笑的意思，是说当时嘉俊进到立法院，你也是最年轻的，但是我们对不对？都是如此嘛，但是我们就是要一代接一棒，一棒接一棒，所以现在巧心就觉得说这些开心啊，那伟翔也很开心。 啊，那那个小牛牛许婷也很开心，今天很多年轻的这些都在这里，啊，这边都是七十八年次、77年次、78年次、79年次，很多年轻的世代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就是要把将来要把棒子，将来要把我们的这个接班交给年轻的世代，这是我们国民党一定要做的，让更多的年轻优秀的人，我也要拜托大家。 成为我们的助理，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服务的同仁，然后培养他们将来就成为我未来我们国民党最重要的接班的时代。我一次再一次的呼吁赖清德主席，你已经当选总统，如果今天民进党再动用任何的权力交换，经济的利益，你就是要搞烂台湾的民主政治。 未来，台湾民主政治会成为国际的笑话。过去你在台南，现在的台南，绝对不容许发生在我们的新国会。我们大家就秉持这样清清白白，我们实实在在，团进团出，我们一定秉持这样的决心。每一位。 都是我们一家人，每一位都是自己的同志。我们大家秉持这样的决心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。我今天也特别要谢谢韩国瑜委员，这边是大学长，都是大学长，这边站起来，我们站起来，大学长。我们大学长啊，这一段时间。 我们他担任我们不分区第一名之后，在全国各地补选，也真的大家都对他非常的肯定。我想现场的呼声最大的都是给我一个院长韩国瑜啊，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心声，所以我也希望啊，当然要尊重大家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用共同，让我们的党能够在凝聚。 大家能够团结，最后我们共同真正的目标是迎接新的国会，不是只有2月1号那天的挑战了。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也当过担任过立法委员，建平兄也担任过立法委员，我们都担任过立法委员，我们很清楚接下来的挑战是每一天的挑战。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 GABA 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，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。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 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！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